在这里相聚，恩典长老就是神这个属灵的家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让大家都有彼此问安，也有彼此问候的机会，甚至也为预留一些时间，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所以我准备站在上面。那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刚牧师还在讲，不要。好嘞啦，上来。OK。这样端给你。圣餐是要服侍别人，我弄好然后服侍你，这样。I'm muting everyone. 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开始。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显明你是我们一家之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一个兴奋相聚的时刻。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彼此。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
愿圣灵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有基督你所差派的天使。我看到耶稣，你让各家都有天使的保护和看顾，你也让我们在聚会中没有受到干扰。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 Elena 会带我们下面的敬拜，好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方兰，感谢在这美丽的早晨来一起敬拜主。今天是领圣餐和医治的主日，在此我邀请您，让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享受与神同在的感觉。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鉴察我们心中的灵，你是否得罪了神，欠缺了神的荣耀？是否忘记了主，忘记他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代价？或者轻忽了神的恩典，没有数算过，而不知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现在就以感恩的心来开始今天的敬拜。这首敬拜曲只是音乐演奏，并没有歌词，也没有singing。我们是要让圣灵来充满着我们，享受与神同在的恩膏和祝福。
是的，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因为他的爱让我们有希望和盼望。上星期是复活节，我们欢呼他的复活，也为他的牺牲带来的医治和平安而感谢。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和一颗有怜悯人的心。在现今的疫情中，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根据今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已确诊了236万，死亡了16万。这么可怕的数据，我们有什么感触呢？想想那些失去亲人而伤痛的家属，还有现在在为生病搏斗的患者，还在第一线为抢救病患而辛苦工作的医护人员，我们是不是可以同声为他们祈求和代祷？愿主垂听而赐下医治的大能，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以下两首诗歌，我希望大家我们能在线上一起合唱和一同祷告。因为主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阿们。All created things.
沉默，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着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的美。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这地，全体看见你荣耀。
利路亚，全地都要尊荣你圣名，为你而站立。今天是逾越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现在主一样还活着，再次出埃及，他会带我们走出这疫情，黑暗权势将要过去，这疫情不是毁灭，而是唤醒，唤醒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主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将要过去，神迹奇事继续在运行，因我们的祷告会摇动主的手，大山会被挪移，道路也会铺平，我们将会再次看见主的荣耀和复兴的降临。谢谢主，原来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大家一起的祈求和祷告，垂主门听，我们这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名求，阿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有这么美好的敬拜。接着我们会一起来领我们的今天一起领圣餐，所以如果你需要把你的圣餐预备或去拿过来，那下面这个时间是我们在预备圣餐的过程。那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稍后我已经预备好了，感谢主。是，对，妈妈都预备好了，感谢主。我们这个个人都预备了，太好了，感谢主。还没吃吗？还没有。好 ，OK。我们这真的是越来越像过逾越节啊！刚刚我妈妈在那边说：“现在吃了吗？”我说：“还没有，妈妈还没有。”OK， 呀、yeah.。可能也许我刚看到陈教授也上了我们的线哈，那也许可能你还没有机会，或者是还不太明白这个圣餐的意思，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简短的分享一下这领圣餐的意义，那也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机会领着圣餐，或者是不太明白，所以也不要紧张，不要说哎我错过什么，没有，重要是第一个明白圣餐的真理，然后我们有圣餐的真正的领用或者是练习。那耶稣对爱他的人希望他们记住，最后留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回忆跟真理，那就是透过圣餐称为最后的晚餐，那这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它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方面，耶稣吃着逾越节的晚餐跟他的门徒，让他们记得，永远记得，耶稣就是逾越节他们所要一起领用的羊羔。这是双重的意义，第一，逾越节的羊羔是要代替所有以色列人，代替他们，逾越节的羊羔流出的宝血，流出的血，他们用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按着神的吩咐，各家宰杀一只羊，按着家里人口的多寡宰杀一只羊，所以他们把这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好让那时候灭灭的天使在埃及地的时候，神要救他们出来，在这十灾的最后一灾，也就是神要他们过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所以他们学会全家一起吃逾越节，然后知道逾越节的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所以灭灭的天使看到门框门楣上有血，就越过那一家，就不击杀那一家中的长子。所以耶稣跟门徒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让他们记得也知道，后来他们就明白，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羊羔，为他们流出宝血，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人的罪将要被涂抹，人的罪将要被洗净，神因为耶稣流出的宝血，神就不看我们为有罪，他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
耶稣要他们记得，每逢他们吃这饼喝这杯，就想到耶稣，他们就记得耶稣对他们的爱，记得耶稣为他们所做成的，这是关键。我们活在生活中，常常会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挑战不足，或者自己有做错的，或者我们自己办不到的，但是我们吃饼喝这杯，就想到耶稣已经做成的，他为我们的身体，他为我们他的身体破碎，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吃这饼，就代表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会，刚刚邵伯拿出这饼来了，就是还没有剥开的饼，我们普通是先拿着饼，然后按照我们下面的吩咐我们才剥饼，就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然后当我们喝了这个所谓的葡萄汁的时候，代表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代表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因为吃与喝代表我们跟吃喝的这位有关系。所以耶稣让我们在吃喝中想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吃饼代表他为我们的身体破碎，所以他身体破碎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为我们而牺牲，挂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刑罚，破碎死亡的刑罚。因此一切因为罪而带来的刑罚跟结果，因为他的代替就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因为他的替代，我们接受这饼的时候，也就接受了耶稣为我们受刑罚的替代。所以当我们吃这饼的时候，其实神就来做奇妙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神要替代你我承受刑罚，承受我们做错误决定带来的结果，承受我们过去可能不知道或别人加害于我们的一切的刑罚的跟结果。所以这就是为我们吃这饼带来的一个果效。我们喝这杯代表耶稣流出他的宝血，有洁净，有医治，带来生命。所以耶稣要我们吃饼喝杯，就是跟他有关系。我们一起吃这饼喝这杯，代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彼此有关系，我们不是个别的，所以我们会一起在这里领受。所以我们下面就开始领这饼和杯。或许你今天没有机会，但是你听见这个真理，所以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办法可能实际的，但是今天的开始，神就让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好吗？当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试的感谢耶稣，我现在开始明白这是什么，耶稣请你让我能够经验到我所刚刚听见的真理，好吗？所以我按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里提到，这里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下面就预备拿起这饼来，拿着饼，我们就想到耶稣为我们的身体，所以稍后可以擘开那个饼。我们有这个饼要享用之前，耶稣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身体破碎，为了我们，为我们心中的破碎，我们生命的破碎，我们一切生命中感到不圆满的这一切，耶稣都为我们承担了。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受这个饼。谢耶稣。
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誓约，人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当我们要领这杯之前，我想主再次要我们有个机会，在这诗歌当中，最重要是神让我们能够回想，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侵入了我们的心，有什么在我们的思想面，有什么在我们的口中，或我们跟人的交往中，你感受到这似乎给耶稣给你的恩典不相配，那这时候你就告诉耶稣，借着耶稣的宝血，然后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我们若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这时候告诉神，借着祷告告诉神，请神赦免。祷告之后，我们才一起领受这个杯。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我们请 Joy 为我们祷告好吗？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安静知道你是神，也能够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与你的关系越加的亲近，也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知道在我们身边什么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有教会一起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往哪里去，知道我们的灵是从你那儿来的。我们也要跟你一起在末后的日子在一起一同来工作，我们是你手上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让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安静知道你是神。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接着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领受这杯。谢谢，感谢主。
很快的，我们的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将要进入他们的 breakout room。今天是我们上一周过完这个复活节后的第一周。如果你记得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其实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有告诉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向他门徒显现40天之久，40天之后他复活升天。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告诉这些门徒要等候，等候祷告。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候祷告10天，到了五旬节，也就是第50天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我们从上一周开始到现在，到了5月31号，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那也就是第50天，我们将会一起有机会来经验目睹圣灵要在2020年做奇妙的事情。但我们要走到那个之前，我们必须要预备自己。所以我们未来这几个主日，我们将一起来看圣经中的话语，明白神要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如何预备自己，好当主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也做了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这个人也预备好，我们的家庭也预备好。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出于感觉到意外或感到紧张和害怕的。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的话语的当中有一个神一直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邀请，那就是当主他要再来之前，他要我们靠着主站立得稳，不单单是站立得稳，更重要，主要我们靠他得胜。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得胜的君王降临，要带着他的百姓要回到天上与他一起作王。所以神他来的时候，他要我们已经预备好，不是仅仅得救，而是得胜，目的是要得奖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到的，就是在疫情中神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吗？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君王，你是得胜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要使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活在圣灵充满每一天的生活中。而且你让我们虽然遇到有许多的压力挑战，还有现在整个疫情带来对大环境的改变，但你要让我们心中的力量越来越刚强，真是圣灵能够带着我们经历到神所说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给我们的话语当中。谢谢你，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都能够经历到主应许要给我们的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当我们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虽然外面的情况不是我们所想，可我们心中却有得胜的把握，我们能够奉耶稣名说出有信心的话语，带出信心的结果，带出有生命的果实。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一开始我们所要想到的是，我们心中可能都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帮大家都问出来，就说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给大家影响，是不是耶稣他要再来之前末后世代的一个现象？是的，因为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后的世代就来到。现在福音已经因为各方面科技的发展，已经因为所有这个高科技的进行，你在最偏远的地方，只要卫星所能及，
都能够接收到讯号，能够收到福音的讯息可以传到。当然除非是语言障碍的缘故，这个福音还没有翻到那个语言，除此之外所有语言能到达的，我们已经翻译有福音的讯息跟圣经的内容，然后透过无论是手机、卫星，还有广播，还有各样的媒体，都能够把福音带到偏远的角落、遥远的族群。那世界的末了来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些现象，包括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无论是这种疫情已经在世界全地都已经发生，同时我们也听到有蝗虫之灾，无论从非洲侵入亚洲，我们也听到许多地震的状况，我们可能未来也会听到一些火山爆发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海中的一些的灾难也发生，或天上的星宿也出现奇特的现象。但重要的不是只是外在的环境，今天神要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所以一起要看的就是我们是如何预备了有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也是我们自己能够去面对的。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要邀请好几位，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读神的话。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啊，可能你的圣经刚好在手机上，没有关系。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啊，或者是在你的旁边有这个印出来的圣经啊，那这个都可以拿出来，我们预备要一起来。第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那这一处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经文。好，好不好？这个核心的经文，我就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核心的经文一起来读。Unmute everybody. 哦、OK。核心的经文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弟兄胜过那条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阿们，这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一起读的核心的经文。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会不断的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神要给我们的真理。这里所提到的啊，这个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为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得胜的，在启示录所描述得胜的过程。所以这个得胜的过程，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三个过程，我们需要啊今天反复的来思想，好让这个过程能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这个第一个，这里讲到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能够胜过恶者，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到七方面，我们如何借着羔羊的血而能够进入在一个得胜的身份和地位里面。第二个呢，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这里英文说的描述的非常清楚，就是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见证，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见证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第三呢，讲到的是一个爱的尾声，就是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也就是这是一个不怕死，出于爱不怕死而能够得胜的过程。当我们胜过敌人，有这三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生命的内涵和本质，因着羔羊的血，我们口中所做的见证，还有尾声不惜自己性命，在耶稣基督跟随他身上。那我们一起来认识到说，为什么过得胜的生活
有因羔羊的血，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至于死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呢？好，那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耶稣的血或者是羔羊的血那么宝贝。因为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这里说，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就是生命，能够赎罪。这是神在整个旧约里面设立的那个赎罪祭、献祭，借着献上牲畜流出血来替我们赎罪。这是在旧约所谓献祭的一个系统，神所设立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的血中有生命，所以血流出来代表这个生命的替代。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提到，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也就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所谓喝这杯，就是想到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使我们因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这个血是耶稣基督的血，是他的生命，所以他为我们他的生命舍了，在这个血中带着他的生命力，带着他的生命大能。所以我们领受这个血的时候，就领受了他给我们生命的大能。接着我们来认识了解这个七个方面，从圣经当中认识到耶稣宝血的功效。这七个方面也是为什么在启示论提到，因他的因羔羊的宝血，因羔羊的血我们能够胜过敌人。这个第一个部分就讲到，因为耶稣的宝血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有得着救赎。彼得前书第一章18-19节，好不好？我们请 Irene 为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吗？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的传下来虚妄的行为中救赎出来，不是靠着会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谢谢。这里就提到说，我们是因着什么而得着救赎，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里描述他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所以这里让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救赎就是买赎回来的意思。可能对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当铺。当铺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拿去压在那里，换取金钱。那当你有钱能够去把你点压的东西赎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在当铺里所做的。你可能把一个你不常用的乐器拿去点压，有的人是把比较贵重的手表拿去点压，有些把一些这个比较古董拿去压在那里换取金钱。所以这个得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我因为罪的缘故被压制在那里，但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所流出的宝血代替我们，好让我们被从当铺中救回来或换回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的一个开始，不是被压在那里。这就是借着宝血所带来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借着宝血得以洁净，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7-9节。那我们就请下一位我们请这个蓝弟兄为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吗？约翰一书
第一章七到九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继续，我们若脱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我们说，哦，谢谢，就到这里。OK，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二个功能，借着宝血，我们得以洁净。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做一些洁净的工作。每一天我们称为叫清洁的工作，特别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常常要用 hand sanit， 然后呢一碰到一些其他东西，你要学会用 soap 洗20秒钟，这就是一个洁净。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洗净外面，可是我们的内心只有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才能洗得净。这第七节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只是说神要我们跟他天天的生活在一起，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这叫做有团契。我们跟神生活在一起，神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洁净，或者英文叫做 purify， 就是让他变成纯净，让这个罪不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接下去说的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因为神他是光，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会一直活在一个罪影响内心世界的光景里面，外面有罪来的影响跟引诱，但是我们的心中因为有耶稣，他在我们心中像光一样跟我们的互动，让罪不能够在我里面来使我们的心转化成为污秽。那第八节，可是如果我们犯了，我们行了，我们做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快，有的时候我们突然生气发作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突然回应别人的时候没有讲诚实完全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神。所以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神可以借着他的宝血，不单是洗净我们的心，当我们口里承认我们什么地方说错了或做错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好让我们成为洁净。这是宝血的第二个功能。宝血的第三个功能，我们再看到，就借着宝血我们得以称义，就在罗马书第五章八到九节。好，那我们下面要请那个邵妈妈或邵伯伯，你们两位当中有一位为我们读好吗？罗马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得救，免去的愤怒。嗯哼，谢谢。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可以称义，称义就是算为义，或算为是义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一个是什么缘故，就是你如果去上班，或者你穿上了你的工作服，你的工作服上面有你的名字，像我去医院值班，最重要的是我带一个名牌，名牌上有我的相片，所以他一看我的相片，看到这名牌，他说 OK 你可以进去。那称义就是当我们因为耶稣流出的宝血，他父神看到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就像看到了耶稣在我们身上为着我们，我们有了耶稣的名牌遮盖着我们，好让我们在父神面前，父神一看我们，他看我们不是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看我们成为有义的人。
这里就是借着宝血而能够得着的一个地位。所以当敌人撒旦或其他人在控告你的价值，控告你这个一切的伤害你心的时候，耶稣基督因着他流出的宝血，耶稣他为着你使你能够披戴的称义，被神看为你是有义的人，你是不受控告的人。好，这是第三个功能。第四个呢，借宝血得以成圣，就是成为归属于神的，成为是神所拥有的。这在希伯来书13:11-12。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小贤啊为我们读这一处的经文？好，希伯来书13:11-12，因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人至圣所所赎罪祭，畜生的体却在营外烧掉，所以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为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好，谢谢。这个羔羊的血，这个是羔羊的血，它要被带到至圣所，在至圣所那里有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这个血要点洒在会幕啊，到月柜的那个地方，所以代表了这个血是遮盖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因为这个血遮盖了人的罪，所以大祭司可以成为代替进到神的面前，预表的是耶稣，但是这个身体却是要不能够带到这个会幕里面，而是要在外面烧掉。所以这里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出宝血被钉死，但是他的身体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然后他的身体在那里最后啊死亡，然后为我们的缘故在城外。那这个目的是为什么？是因着他流出的血使百姓成圣。这个成圣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看为是宝贵圣洁的，归属于神的，跟他的性情有关系的，这叫做成圣。这是耶稣的宝血带来的过程。所以当你有了耶稣基督，你领受耶稣救恩，因为耶稣的宝血在你的里面，使你的性情开始改变，更重要的是使你发现你是有尊贵的身份，这是因为耶稣宝血所带来的果效和工作。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借着宝血到神的面前来，这在希伯来书10:19-23。那这处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请浩尔为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0:19-23？希伯来书10:19-23，所以兄弟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会在他的身体。既然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知足的信心，同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水他的身体来亲近神。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谢谢。所以这段的经文描述了因为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神造我们的那一刻，神就希望我们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可是当我们自己的良心越来越有亏，我们内心中有罪的影响，我们心中感觉没办法坦荡，我们的行为上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可能靠近神，所以我们就会有许多其他的方法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做或许我们可以靠近神。你有说法，有哲理，
希望你能够超越自己的思想，来探寻我们怎么样超越自己思想上的堕落，透过哲理或一些宗教的思想，或者你觉得透过善行，你想要做舍己、修桥补路、捐献，然后透过无私的去服务别人，你希望借着善行能够改变自己内心觉得不能靠近神的缘由，但是这些都办不到，甚至你觉得算了，反正我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我可能就觉得根本没有神，或者我觉得神是遥遥远远的，跟我是没有那个密切关系，但是这个都不是神造我们的原意。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流出宝血，就像这里经文所说的，让我们可以因为耶稣的血坦然的进入至圣所，至圣所那里就有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同在中。这一条是又新又活，就是以前没有这样条路，而且这条路是活的，因为按照当时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任何其他人到了神的面前都会被击杀，所以这条活的路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那这里讲到22节说，我们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同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净的身体来亲近神。这里告诉我们如何，对不对？耶稣的宝血已经做成，但是我们是在信心跟诚心中，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然后我们的良心被神恢复到它的功能，我们就要保持良心的洁净跟无愧。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天天把自己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让神用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也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来靠近神。所以你常常亲近神，你的身体是会不一样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进入到下一点，我们再看下面。借着宝血说话，这在启示录第12章11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所以因着耶稣流出的宝血，我们有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勇敢的为着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我们说出来，我们虽然会面对逼迫压迫，甚至我们的性命都会牺牲，我们也不再惜。这就是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中能够不断带出来我们所说的话。接着呢，希伯来书12章24节，这里更提到了我们这个话，可不可以请曾燕为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24节。我这边看不到，没有问题。好，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朋友？这边有点没准备好。没问题，好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爱东为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24节？OK， 刚才是 mute， 不能 unmute， 现在好了。希伯来书12章24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谢谢。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亚伯被他兄弟该隐所杀，所以这个无辜的血在地里面常常发生，要神为他来伸冤，但是耶稣为我们，他甘心乐意的流出他的宝血。所以耶稣的宝血所说出来的信息是一个出于爱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替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不是控诉的声音。所以我在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们，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赎，
所带来的是一个 conviction， 是带我们对神更深的认知，更深的接受到他爱，而不是控诉。所以这个血，耶稣流出的血不是控诉的血，而是救赎替代。那该隐杀害亚伯，让亚伯流了无辜的血在地里，因此这个亚伯的血一直所要的是伸冤申诉的声音。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说出来的话是更美的，替我们在说话。最后我们再看，借着宝血得生命，这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四节。那这里的话说的啊，我就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到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耶稣所流出来的宝血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圣餐的时候 领这饼喝这杯，代表我们跟他有关系。所以因为我们领受这圣餐，再次的提醒也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从耶稣来的。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得到更新，因为在耶稣的宝血里有生命。那我们如何运用耶稣的宝血在生活中呢？有这四个方面，也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让我们真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在未来的接下去的四周一直到五月底，我们会不断的来认识了解圣经中所告诉我们末世如何靠神得胜的生活，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中。第二个是圣灵中的顺服，等一下我们在回应或经验神的时候，圣灵可能有微小的声音，或圣灵有提醒你，你听了你愿意顺服吗？照着去做吗？你愿意回应他吗？那第三，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在今天开始说因着信心而说的话，不再让一些消极的话从你口中流出来。你可能有负面的感受，你可能感觉下沉，但是当你口中说出来，对于你自己所要说的话，是让你的生命因着耶稣的宝血有生命力，那你要信心的 宣告出来。爱中委身，我们明白爱是需要给予，给予的最高极致就是生命的付出。你愿意在今天回应神给你呼召，你爱他虽至死也不足惜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流出宝血，因为你这一滴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在父神的面前，我们得以与父神和好。因为你流出的宝血可以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被神称义，可以成为圣洁，可以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也让我们能经验到主你给我们新生的生命力，更重要你给我们有宣告出来你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大能。谢谢你，当我们在下面这首诗歌的时候，愿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
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得到更新。接着，我们最后有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啊，我想会让我们有一些分组的实际来经验神啊给我们的恩典。那在这十分钟当中，我们分成差不多有七个组，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彼此的分享。那最重要的是有机会有为彼此祷告。所以在我们下面继续我在跟各位谈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大家分到不同的组当中，进入那个你所分的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样。第一个事情，如果在这一周的生活中神有给你奇妙的恩典，你简短的述说，所以让大家因为你口所说的见证，他们的心彼此被激励。第二，可能你这一周经验了遭遇一些事情需要祷告，真的是借着羔羊的宝血，然后让你经验到得胜，经历到更新，所以呢，
你可以简短说、哦、例如说你可能、刚刚有位姊妹喉咙不舒服，然后大家就可以为她的喉咙祷告，因为她周一可能还要工作、啊、所以就这两方面，我们简短的十分钟以内我们进入各组、啊、第一个是如果有经历神的恩典让你靠主得胜，简短述说让大家都有机会。那第二个就如果这一周你遭遇经历的，还有面对下一周你需要靠主的宝血得胜，那就分享出来，我们就为彼此祷告好吗？那下面时间到了，我们就十分钟我们进入各组，让大家有彼此，我们来彼此代求啊，彼此分享的时段。是田妈妈吗？可以想是田妈妈。田妈妈 Howard， 嘿、hey, Howard， Howard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Vicky 在吗？嗯，我说 Vicky 有在吗？哎，没有 Vicky， 哎 ，Vicky 跑到厕所去了。哎，Howard 理发了。对啊，前面实在没有办法剪得很短。哎，妈妈好。田妈妈你好。我们听不到你，田妈妈，你那个麦克风静音了。呀，哎，田妈妈，田妈妈，你的麦克风要打开。你会弄吗？你要是不会弄，我直接帮你。我帮他弄一下好了。你可以帮他弄吗？应该是。哎，他那边要我帮他 unmute， 他那边他要说 OK 才可以。对。田妈妈，你点一下 OK。田妈妈，你的荧幕当中有一个东西，你要说 yes。哦，好了，现在好了，听不到。对了，有啊，听到了。哦 ，Peter 有什么分享吗？我这个礼拜有去工作，那就是去尽量不要碰到东西，不要跟人家讲话。那所以就是出去不要买东西吃，不要跑厕所，那就是出去要做的事快点做完，哎，回来，哎，这个回来之后就洗澡，哎，洗衣服，哎，这个处理干净，那这样子就没有事了。你是做电脑的工作吗？没有，我是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审查跟这个是房地产方面的工作。哦，对，所以要跟人接触的。需要主啊，愿他在美国这里能够为你大发热心，主啊，愿他在美国这里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你带领他前面的脚步，我们奉我主圣名的祈求，阿门。阿门。Amen。 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当中你都给我赋予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主、Bruce Lee 虽然是我的、nephew， 但是我在他生命当中看出你对他、生命当中选择让他走，要你让他走的路。主，这一切都感觉好像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而在你的手中他竟然走了这么的远。感谢你能够让他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祝福，因为他的这一切并不是要他个人的荣耀，而是要你的荣耀。主啊，让你能够通过他在他的身上能把你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在人和人之间能够不是互相的仇恨，互相的歧视，而是像通过这些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因为你的能，因为你的大能，而让我们之间能彼此平等，互相相爱。主，这是你让我们看到的，这是你希望我们能够做人之间能够做一个 peacemaker 而不是 troublemaker。 主啊，希望你能够让他继续走下面的路，能够让他在所有的华人和白人还有黑人说这些种族之间让你看到，是说这一切都是不重要，这些纷争都是不重要的，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你让他能看到说，从布鲁斯身上可以看到说，我们都是人，都可以有同样的能力，因为你是给予我们这生命的主。感谢你能够保守我他，也能告诉我们的华人在这疫情当中不受到歧视，能让我们在
所有的人一样，像亚伯拉罕带着他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样，也希望你一样能够保守我们，在你的照耀之中，能够让我们从这疫情当中不受到伤害。感谢你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 Bruce Lee、Howard 弟兄的Matthew 带到你面前，感谢你带他在这个球场这个竞技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不停的进步，也感谢你在他身上的这个保守和赐福，那我们也是在这里也祈求你在他下边的比赛竞选的过程中能得到你的 blessing， 也求你能让在他身上的成功为你来做一个有力的见证，能用他的成功来给特别是中国的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告诉他们主是真实的，主所能做到的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主需要在他身上的这个成功和进步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认识主是没有国家和种族的界限的，主能在他身上的让他的这个成长和在他身上的荣耀来让更多的人来传向主，来更多的人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求主来保守这个 Bruce Lee 在下面的健康和比赛的成功，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Howard， 你本身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球的？啊，我还好哎，我们还都很好， okay. 都很好。好，嗯，那OK， 因为我们时间只有 10 minutes 哈，那这个爱东，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球的？哦，我需要带球，可能现在来不及，但是你们私下祷告的时候可以为我姐姐祷告吗？她叫爱君，叫吴爱君。嗯，他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了，所以说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吧，但是他也不会去看医生，他也不会接受治疗，总之就是说求神来医治他吧。好，没有关系，这个神要做的事并不是困难的，好，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我们为他来这个求告，好，就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是耶稣的宝血，好，来我们为他来代求，主，主还是奉主的名，这个爱东的姐姐，这个爱君，主，我们交托在主你手中，主，你给他一个烧麦，主，让他看到他的现在跟主你将来你要带他进去的这个荣耀的国度。主啊，你带领他，主啊，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要为主你大发热心，主啊，他的生命里面要结果子，在主你面前感谢赞美，主还是奉主名，主啊，一切的这个控告的灵，主啊，一切的这个怕子，主啊，一切的这个害怕，主啊，这个这个阻挡，奉主名现在完全都拆掉，完全都离开，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你建立。主啊，这个爱君他的生命，主啊，他的信心，他的喜乐，主啊，主啊，建立，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愿主啊，主啊，你是他道路前面的灯，主啊，让他看得清楚，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他心里的忧愁，主啊，他心里的害怕，主啊，他心里的这个睡不着，主啊，他心里的这个混乱，奉主名，现在归回在主你的宝血之下，感谢赞美，奉我主圣名祈求，阿门，阿门，阿门，谢谢。哪里 ？OK， 好。那个，你们做很多口罩啊，这非常非常的棒。哦，谢谢，感谢主啊，大家的努力啊，谢谢。阿门。有了。真好。
小孩也结束了。Peter，Peter， Peter、你好。嗨，桂芳。你好，你好，桂芳。你好。小伯伯，小妈妈。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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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妈，你好，君兰，君兰，我看到你了，君兰，君兰，君兰戴太阳眼镜了，对，好大，真的，对我们那个。对，太阳已经出来了。哇，浩尔长变成天使啊！啊，浩尔在哪里？哦，浩尔有翅膀哎、欸。哦，哎，Jennifer。Hello, Jennifer。OK， 重复一遍，我请 Rico 两分钟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情形好吗？因为我们大家都为你祷告。我刚刚现在要跟大家再讲一下，那我们小组刚刚那一组的人不要听，可以不用听。两分钟，两分钟。Yeah， yeah， yeah。我就是。礼拜三15号那天进去开刀，差不多三个钟头，不过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拿出来的，我有两个 cyst 的肿瘤哈，一大一小。那个大的那个，比本来在ultrasound 扫描里面看到的还要大，本来是说8公分，拿出来的是10公分。医生就说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没办法用我用那个 laparoscopic 那种 procedure 做，就要用剖腹的那个做，所以 timing wise 真的是神的保守，就差一两公分的话就不能这样子做手术。所以这一类的手术的话不是说太承受的太痛苦了 ，OK， 所以我现在那个伤的痛也还可以忍受的做，靠一点点止痛药也可以。然后你看拿出来以后，本来医生也有一点担心，2个月之内长这么多的话，可能是不是里面有恶性？结果拿出来化验都是良性的，所以整个过程从怎么样发现这个肿瘤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检查出来，从6公分最后变8公分，最后开出来是10公分，在都是一个我觉得神在掌权。你看在这个开刀的过程中间，也是西雅图这一带疫情已经慢慢过去了，所以医生也有时间，就是说看到以后马上就叫我住院，所以都没有耽搁。可是前面那一段摔了，叫我在仰背上的时候，就是肿瘤在慢慢长大的时候，可是还没有说大到一个地步非要用剖腹这样子拿出来。所以我觉得神的是在掌权，一切的 timing 实在是真的是看到神亲自在做工，所以感谢，谢谢大家为我祷告，真的是你们的祷告就是托住了我，让我整个过程中间我都没有惧怕过，我都非常平静的去住院去接受开刀，我都是非常的平静。那现在我开刀以后的恢复也蛮好的，我的痛我都可以忍，不是那么难忍受，一点点止痛药就可以控制，就是那行动方面也还算可以，我尽量休息，根据医嘱是还是医生的只是说还是应该休息，我尽量休息，可是我自己行动上还可以，不是那么困难。所以谢谢大家的
祷告，我也是真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看到神的作为，然后我是觉得对我一些外邦的亲戚朋友，我让他们看到我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跟这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一个肿瘤前面我心情的平静，我觉得是一个见证。然后对那个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我这个过程他们也一定跟我一样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那我觉得对我的先生来讲的话，他那时候他哈他的 worry 他的担心比我更多，可是整个过程我想也让他看到是一个见证，一个神的作为。感谢神，谢谢谢谢 Rico、谢谢大家的代表，感谢神给我们这个过程。那我们时间要到了，那今天的聚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我们最后一个祝福、祝福以后、我们很感谢、那个瑶瑶跟 Victor 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位 Victor、Rico 的先生也是 Victor， 然后瑶瑶的先生也是 Victor、感谢主，因为我们是靠主得胜，所以我们有 Victor 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最后一起祝福、刚刚的分组，感谢神应允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好吗？我们做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每位同在。在未来这一周当中，愿主你常常提醒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胜再得胜。主，你也让我们凭着信心说话，因着信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将你心中所求所想告诉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并且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如果你周一早上有时间，周一早上11点到12点我们有以歌会友，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诗歌的分享，我们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舒展，并且也让人来体会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 LINE 跟 WeChat 上我们都会发出这个礼拜一早上11点到12点以歌会友的过程，是不是11点到12点、没关系，我们会 LINE 的时候通知大家、让大家能够确认是对的时间。好，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要跟各位说拜拜，所以今天的会 open 让大家能够彼此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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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拜拜，拜身体，拜，拜，拜，陈教授，拜拜，陈教授，拜拜，哎，马弟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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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拜拜。是谁？哎，马弟兄，很快可以看到你们姐妹。哎，姐妹，拜拜，马弟兄，这样比较正常。哎，孟春，啊，拜拜，拜拜。Daddy， 我刚刚讲的见证听不听得懂？可以听得懂吧？可以，现在现在可以听得懂，可以听得懂。